不生也没关系。对啊，最多就一个。哎，所以现在是有好消息了吗？小扣变圆违规过马路。35岁的小扣去年闪婚后，跟老公的目标就是生下猪宝宝。18日，我们在大安区麻辣锅店外捕获野生的小扣，跟友人聊天，是说啊，这猪年都快过一半了，有没有实现目标不知道，但小扣的身材跟4月10比起来，确实是圆了一点。反正圆的恰到好处，我很满足。天色越暗，越能美得清楚。嗯哼，除了美得清楚，连违规穿越马路都被我们拍得清清楚楚哦。小扣买好饮料回到麻辣锅店后，又和朋友继续坐着聊天。看这个手势，应该是炫耀自己的睫毛能刷得根根分明。没多久，一台黑色小车开来，小扣马上和友人 say goodbye， 踏着愉快的步伐走向车的方向。娱乐动新闻，有好消息要记得讲哦。报道。